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说说歌手郑钧。而说到郑钧呢，好像也和张铁林一样哈，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有一段时间了。不过今年的郑钧呢，是参加了一档真人秀的节目，成为了评委和导师。那下个月他和妻子刘芸就要补办他们的婚礼了。说到婚礼呢，一定是一件令女孩子都非常心驰神往的事情。那不知道现在的新娘子刘芸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来看我们播报的独家报道。好喜欢这套啊！我这也是每天做活动穿的。这一件这儿好像缺点什么。拜拜。再开门，这里面就是空的了。